今日系2012年6月5號，就据收音机讲咧，今日咧就系嗰个太阳同埋金星同埋地球咧就连接埋一起嘅，咁就喺而家呢个时候，约莫喺5點嘅时间咧，就太阳、金星同埋地球咧会连成一线嘅，咁就据讲咧就有好多方法去睇呢、現象啦，咁我呢個現象咧，只係100年就一次嘅啫。我亦都想見證一下，我就採取咗其中一個提議咧，就話用一盆水，咁可以見到嘅。咁啊，呢盆水我擺咗啦，咁啊，睇下究竟睇唔睇到咧？其實啲人講咧，就係呢盆水咧，你經過嗰個折射啊，你就可以見到佢嗰、那個。太陽嗰個情況啦，嗱，而家我見到啦，咁究竟見到乜嘢咧？我自己都唔知道，我影緊相咧，咁希望睇下可以見到啲現象啦。啊，似乎咧都唔係見到乜嘢出嚟嘅喎，咁啊，或者側少少，再側少少，亦都見唔到，咁啊。冇辦法啦，可能真係要靠天文台嗰啲照片咧，正可以證實得到啦。OK， 但係我起碼我就即係見證咗呢個100年一次嗰個現象。